漂亮庙这样子，我真的是哦，好感动啊！然后我又开到这里来，我又停，我上次有看，你看，我说我那我告诉你，然后刚好那块地卖掉了，上次嫌瘦，我问他2000多平，2000万，你看今天就没有了，就卖，我相信别人卖掉了。然后再来，刚刚那个庙那边也有在卖，他那一瓶400多，300-400块，一瓶好像也是几百瓶吧，一瓶好像10000这样子。然后他隔一瓶10000哦，就搁着，然后带个房子，然后哦，我跟你讲，那天就是停车场，大家就是他已经分4块，4-5块，其中有2块是兄弟盖的，兄妹。然后他已经盖2个组合屋，然后前面呢，前面是一片草原，好漂亮就对了。阿信，我是觉得蛮值得，好，